要出去旅游了。哇，这个人长好像吴彦祖啊。哇，阿祖，哎，阿祖在这儿收拾行李呢。哎呀，这把我这裤子给叠的。那你都带了啥？小裙子，小裙子。哦，从迪卡侬买的那个大花裤衩。然后这都是我的衣服吧。哟，叠的还挺好。对，underwear，有 underwear。哦，这个也叠的挺好。这个也是我的吗？哦，这是我们从迪卡侬买的鞋啊。这个鞋穿着有啥好处呢？挺凉快的，趟水也还行。然后这个底儿还有礁石什么的都可以防，但是就是容易进沙子。哎呀，这一大早呀，这老些出来照相呢。照得挺开心的。大游艇啊，哎，换成你也照照。我靠，简直是这小区的监控摄像头啊，浪漫哎，浪漫。你正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正在看你。我们要去旅游了，激动吗？激动。兴奋吗？兴奋。看看激动了几天，准备东西。啊、哦，我看看，老伯伯带了这么多东西。啊、哦。然后他们去送猫了，送完猫咱们就可以去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，哎，这边是，看看，给你们看看今天的大海啊。哎。还挺轻的，你看，这大早上就一个人在这儿游泳。嗯嗯，我们出来旅游了，看家门口新开了一个好大的肯德基，过来加个油，加完油就要出发了，去岛上了啊。说什么呢？中文 ，Bacteria。乌云。乌云。密布。密布。海燕。海燕。纷飞。纷飞。啊。啊。我们现在在去岛的路上，下了好大的雨啊，好大的雨啊，还有155公里，都看不见路了。现在雨停了，我们刚才来的这条路上已经下雨，雨停，下雨，雨停十多次了。泰国就是这种气候，刚下完之后基本上一个小时这个雨水就停了。Yesterday， 如果你困，如果可以 parking， 对，没见过大树，这样哦，中文，哎呀，大木 wood， 对。我可
的追不上他们。你看他们这几个开的多那么快，我操！咱们动漫他们干不拢。X Day 说拜拜 ，Good luck。他那个马路边说什么？放了一个奥特曼。哦，超人不是奥特曼。到达乐府了，开了200多公里啊，然后现在来到了我们中途的过路的一个酒店，然后明天就去上岛，在这儿住一晚。这酒店现在疫情，然后进门呢都需要用，有疫苗证才可以。但很便宜啊，才700多铢，100多块钱。当然我也订高级酒店了，回头我慢慢给你们看。但这个酒店平常正常呢，哦，这环境还可以哈。疫情之前它这个价格还都挺高的，然后因为现在也是没人住嘛，我们订的是泳池景的。你看看，不知道哪套是我们啊。像不像我们在抖音上看见那个曹操在摩纳哥吧买的那个小楼，挺有意思，还能游泳。待会儿去房间看看什么样。我看人家都是说旅行分成两种，一种是订好了酒店，有目的的就来这儿各种景点打卡拍照。我们的旅游都是今天说要出来玩了，然后这一群人就都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了吗？嘿 ，hello，hello， 池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订的是池景，最好的。还要疫苗本儿。咱不是有吗？有。你看看后边那泳池还挺好的。可干净了。OK， 你看它有这个标志 ，SHA 的标志，就是证明它疫情期间都是经过消毒的，然后最特别安全的酒店。嗨 ，Rachel， 你给我背首诗吧。哦，这过路的酒店还行吧。小桌子、小椅子、小板凳儿，啊、哦，外边游泳池。呀，怎么打开 ？How to open 呢？哦，哇，这还，哇哦，哦 ，Hello 啊。好看吗？水没？水，妈妈。哦，瓦尼 ，this room，OK、okay、没 ？OK， 妈妈。好。OK， 来了。嘿，这么快就游上泳了？哈喽啊，你们好啊！我可以从我家去你们家。哎呀，瞧你这小泳帽。你们饿了吗？你们要吃点啥？哎，早上出来旅游带了好几个大鸡蛋，自己蒸的小蛋糕。哦，这酒店还行哈，就只有咱们三家吧。瑞秋给我来个蝶泳。蝶泳好。哦。等会儿啊。哎呀，说的啥？来个蝶泳，蝶泳啊！我得应该我用游泳镜。啊、哦，这在那个来丽晶上学之前，连特别怕水，现在连蝶泳都游得很好了，都老去海边游。现在爱水好吗？现在爱水。
精神的不行。想尿尿吗？你会不会在水里尿尿拉在水里尿尿拉个黄线，不要这样。哎呦，自由泳那没带泳镜，也游得还行啊，挺好。我看他们平时上课都是直接哐哐哐的往水里跳。哦，还有别的泳姿吗？追求仰泳。哇，还会仰泳，来一个。哇，哎呀，这学费真没白交啊，真是学校里啥都教啊。Rachel 还有别的泳姿吗？让我想想啊，以前是跳地下，就是那个仰泳，别人都是在小宝宝，所以游泳。还会跳水。但是我跳的不标准。那天是谁跟我留言说特别想看小孩的？哎，好好看看吧。我这个，你不要骗我。哎，你上网查 iPhone 12 Pro 卖防水的。你那个也防水啊？防水啊，就生活防水嘛。你那个远峰蓝也防水啊？来，我们一起扔水池子里试一下。你逗我，然后让我换手机，让我买新手机，是不是？我扔你没事，我有保险，但是那我没买啊。各位老铁们，我要下水了，我的手机带着套，哎，给你们看一眼啊。过来过来，我给你，你来游一个蝶泳，蝶泳。哦，哎呀，这蝶的，哎呀。哎呀，拍着视频啊，你看，看着啊。你帮我拿一下 ，please。这水太甜了，哎呀！Please help me take. Please, sorry, 卡托。OK OK， 卡托卡。哎呀！哇，我现在像不像专业的摄影师？哎呀，你看，哎，别让我进水里啊！站直了，站直了！那别让我进水里！站直了，进！抬头！哎，咱来一个蹦蹦！走你！哦。哎，哇，这个人长好像吴彦祖啊，哇，阿祖，哎，阿祖，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我不知道他刚才他先上的厕所，然后我让他去啊，我让他看一下我拉的那个。I clean ready， 让他好生气啊！哎呀，这蝶泳。你干嘛？我好，我乖。红色衣服。
เกยตื้นแล้ว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หมดแรงว่ายค่ะไม่เจอสักทีWe'll be right back.